会。还没拿吃饭了吧？没拿的。没拿，正好还打的稀饭包子。好好。哎，不是包子个嘞，包子菜去。下雨了。又下了来了。可惜的，有点点。哎呀，买了，可得买个手捏的。哎呀呀呀，那个肉肉。肉都少了。买下又买，又买下肉的。啊，今吃啥呀？没有买。回锅肉。啊？回锅肉。吃回锅肉呀，买的蒜苗。白菜也好吃的，真的。哇呀，买了出来都得一筐子白菜了。那一买就是一筐子嘛。那多少钱了一筐子？7块钱。哦。那是。种菜也得了辛苦了，一吃了一筐子7块，物价不到物价，实际上7-8两，便宜了吧？便宜嘛。你说吧嘛，你说在这你涨钱了啊，这你涨钱了也不知道，还难的。稀饭咋的？然后您吃吧。你了。我吃完了。那吃完了。啊。哎，不知道那你又找回来的了。就给你背的了，反正。下雨就没带。啊，哎呀，有带没带？就回来就行了。哦，正好能送的钢琴就回来。干啥了？正好啊。正好送的钢琴就回来了。啊，啥么时候吃上呀？这个。大米嘛。啊，大米回锅肉哈。啊，白菜。啊。蒜儿有。把南瓜给小妮留着两个，哎，不用留锅，他喂了他好几个了。你吃吧，全是你的了。看见了，二哥，你是一个待遇。为了他不少的，不要喂他了，你吃吧。还有两个，你都哪都哪吃都吃了吧？吃不了，就吃一个。还是那妈妈上的老面的好吃吧？哎呀，这面绝了。是吧？绝对比姜母的好。哦，还是老面的好吃。面就不一样。嗯。完了以后学的用，还是用老面发吧。哎呀，算了吧。你吃吧，慢一吃啊。你到那把白菜洗一下去。啊，我洗吧，嗯，你吃吧。俺俩在这样都是不少了，吃完都是一捆的。哎，老汉，俺告我，洗白菜的时候不能先切刚刚，我以前洗就是先把刚刚切了才洗的。俺告切了刚刚的土的滴的怪怪的，你洗不出来的呀，你先洗，洗完再捞刚刚。就是嘛是。你们都在里洗了。蒜苗剪哈，哦，来吧，不用你。你为啥这个不用啊？不用就不用，哦就是在，哦就不谦虚，你不用哦就不该。那你们没说得了吧？没了，有啥说的？哎，反正就住多少时间了？还不住个40分钟。可你上那么好几晚了，是不是啦？好，我说两个八角。你们啊，一片酒，我看见你们那佛呀。啊，你佛说。又佛了。哦。二佛，二佛。哈哈哈哈哈哈哈！我们是不想和这帮家伙有太多的竞争。口稀啥的，吃了一些就慢了。我就把咬的柴的吃一样，吃了不行，不是口稀。没啦，
炒的肉为什么叫黏一片片？啊，这一个月去吧，刚吃的东西嘛是够够啊。这个没咸盐了，小念给你个好吃的。哎呀，哎，这炒回锅肉。刚吃的，哎呀，够吃的。哎呀，就一片片，哎呀，你就当肉吃了。哦，味道够的。豆瓣酱。哎呀，我去，那小小方的列子吧。啊。回了容可不管哈。嗯。这越是。哎呀，爹爹，我吃了。对了，哎，淡一些就是。那你老是每回喊魏忠，魏忠。正好好符合我的口味，行了。来吧。开饭。都是自己唱啊。有时候有好习惯也不好。啊，好，快吃吧。今天一荤一素。啊，这不正好。啊。行了，我也不中。正好。我中间一天。没肚子也不减。不减。你是到头白多得了。啊。不得，一点的。不好出钱的。所以我就出的那些钱八千吧，可能。我好是咸的吧，还是甜的？这个季节蒜苗就好吃了，本菜。好吃，你都是说的。那天在蒜苗炒肉么？嗯。